我绝对不会是一个老传统意义上那种孩子奴，不会的。我如果要是那样，那我不成黄渤了吗？我觉得艺兴将来会是个孩子奴，他要生个女儿，他绝对是个孩子奴。何以见得未来张艺兴会是个孩子奴？艺兴很男子汉，他可不是小萌娃，那真有劲，真的在韩国能变成一个舞蹈领队、舞蹈队长。你想想得有多强的毅力，然后得付出多少，那得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够扛下来。我很期待一些，所以这样的男人很容易将来变成一个这个孩子，除非他要向红雷哥学习。